那个样品，但是应该是没有加持，因为那次你拿给我的时候，对对对，我就先对没有加持，对我就先喷了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因为我是有体感的人，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招财的东西怎么可以这么乱？因为其实我们在做产品，我们有中间有经过一段很混乱的时期。我说，如果财神爷赚钱是要这么混乱的话，我真的也没办法卖这个东西。然后隔了一年，是因为小雨说，哎、欸，小姐，我跟你讲，现在那个财神爷东西卖很好，你有没有这个管理？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你了，对，然后打给你的时候就说啊，你们有在做这个东西？对，那个时候。乖妈妈就说，会有一个机缘会帮我们在销售跟推动这一系列的商品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哦，好吧，那就看缘分。更早之前是因为我去那个观音宫，然后我们拜到那个观音殿那一殿的时候，他就突然就跟我讲说，哎，那个观音找你，他说他在找个人帮你们卖产品。后来隔了好几天之后，贝蒂打电话跟我讲说，你找他讲这件事情，我才说。哇塞，好神奇啊！所以我拿到的时候，我又再喷一次，然后我想，因为之前那个真的太混乱，对，这个完全没有。然后那个时候，我们也才知道说，租给古堡的，我们每一批都要加持。